你看还有宰蟑螂的哈、哦。现在缺蒸奶木瓜不会甜呐、啊，不会甜的话，你可以把木瓜牛奶的哈、哦，哎，真的也好喝啊。啊，还有哎，可以做金属牙环啊，你可以哈、哦，哎，一般木瓜没有甜的话，你都怎么办？啊，除了打那个以外，啊、哦，你可以用什么？削一削，用那个黑糖啊。哦黑糖真的很好吃哦，超级的好吃哈、哦，哎，可以试看看哈、哦。好，那为什么这台火车会这么慢呢？哎，因为它是哈、哦，不是高铁，不是捷运的啊、哦，它是啊、我们交通部来规定的时速哈、哦。那以前再增设的话会比较快了哈、哦，啊，所以我们小朋友说小火车是小朋友取名的。我们的爸爸妈妈坐五分车站的时候，小孩铁轨，它有轨道的距离，这样子广，这是广播嘛的呀哈。啊，所以那个我们回家到阿里山的回家，赶快都赶塞路的困哈。啊，所以这里回家，你在大体的当中一天六班，那我们勉强的话有20个才可以接受预约哈，才开车，所以我们火车没有天天开啊。但是我们呢、啊，来到这个小镇就很特别，因为我们会。